这一场的疫症相信对每一位的生活来说都不多不少带来了影响，而对于我们家来说呢，受到最大影响的我觉得就是胜利仔。一个岁几的小朋友最需要就是接触新事物新刺激，在疫情未爆发之前，我们会跟他参加亲子班去 Baby Cafe 玩，但是这一年呢，他就只可以隔着窗口看风景，成日溜溜唱，有时候他都会闷到很猛整的。当我需要处理家务的时候呢，说没开电视给他看就是骗你的。所以每一个周末，我和我爸都会尽量安排一些安全的活动给胜利仔。而我们最常做的活动呢，就是游车河。在游车河的过程中，我们发掘到釜山不少很漂亮的郊野地方，其中一个呢就是金井山城。估不到沿着闹市之间的一条山路揸上去，会发现到这个旅游秘境啊。昔日的金井山城是朝鲜王朝的肃宗下令所起，用来防御外敌的一道城墙，而今时今日呢，就成为了釜山人的 weekend getaway。这里有不少行山径的，而今天呢，我们就决定要上山扎营野餐。啊，有人睡着了，唯有先开餐吃住等了。今天的菜式呢，是吉列猪扒紫菜卷。这一天的天气有成34度，难怪我把件衫湿晒了。好了，胜利仔终于醒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其实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的，不过这位小朋友已经顶不顺炎热的天气，不想再走下去了。小心啊。最后我们决定在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扎营。Wearing him behind. Ah, but your shirt is so wet. Mono.
Escucha, dice, escucha. ¿Qué?虽然我哋呢一个短短嘅露营体验唔算得上系啲乜嘢，而且外面好多蚊，所以我哋一直都只系留喺帐幕入面。但系三口子喺细小嘅空间入面相处，绝对系一个好好嘅机会，让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喺对方身上，关系实在亲近咗唔少啊！For something better, I try to fix things that weren't broken. Misunderstandings and words unspoken. We fall apart, and I won't dare to say, do you feel the same way?Then don't pretend that everything's over.